小鼠，这谁呀、啊？小鼠，你干嘛呀？这是你前任，是你前任吧？我记得这是我一把捣蛋鬼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刚才的刚才认识的女朋友。玩了几分钟了？好快哟！你知道吗？好跑死了！这我前任，这我前任跟你说的我。三角恋，好，这个七号是我前任，现在这个五号是我现任，有点炸裂，有点炸裂，有点炸裂。七号，我也很喜欢你。你喜欢他，你不喜欢我，你走。我喜欢，所以咱们形成一个三角恋，三角形是坚固的，你懂不懂？我是个开灯蛋。你们俩是什么身份？我开灯蛋，我去开灯。你是个开灯，我也是。在院和我的女朋友和前女友三个人一起研究三角恋呀、啊。那这把我要去找二号和七号，因为我现在这把是二号的女朋友，然后我们仨是三角恋关系。最近大赛与光遇联动了各种外观，齐聚一堂，还有众多光遇地图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光遇，玩过光遇的都应该知道，蛋仔的这次联动是非常有趣的，光遇里面有的蛋仔里面全都有，光遇里面没有的蛋仔里面也都有，在一款游戏里面同时体验两种快乐，带着自己的蛋搭子在这边寻找蜡烛，一起在圣岛里面打卡完成任务领取各种外观。这次蛋仔与光遇联动感觉非常巧妙，和小鼠一起来体验一下光之蛋仔。